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获提名最喜爱 TVB 节目主持的包括林盛斌、殷泽权、吴若希、街头魔法王之魔王之王。我都是啊，唔该俾钱。我都知道你喜欢长发美腿的了。监制说一定要有惊喜和意想不到。咁就啱晒啦，一二咁啊！请即透过官方流动应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为各个奖项投票。神级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将演技与魔法结合，选出你最喜爱角色。